转载自百家号，作者好望角娱乐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好望角娱乐报，这里有独特的娱乐视角。今天跟大家聊聊吴宣仪，在火箭少女101的新歌状中一句歌词也没有。原来是这样，命运多舛的火箭少女101终于顺利发射了，首张 EP 同名主打歌状于2018年8月18日上午10:01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。火箭对新歌生而为盈利，吴宣仪居然一句歌词也没有。状只让八个人唱新歌，又没有吴宣仪，这让我们想到之前到8月21日在 QQ 音乐平台销售额突破500万元，获得钻石唱片等级认证。不愧是鹅厂捧出来的艺人， QQ 音乐平台算是自家平台。火箭少女101新歌销量惊人，为何庆功海报上没有孟美岐和吴宣仪？孟美岐、吴宣仪、思宁早在8月17日就宣布回归火箭少女101了，庆功海报是8月21日发布的，完全有时间重新制作。有网友说，看来鹅厂还是挺记仇的，要给他们一点教训。为了证明火箭少女101没有孟美岐和吴宣仪，新歌也可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。之前因为孟美岐和吴宣仪还有子宁的暂时离开，引起了很大的热议。有网友猜测，此次大胆吴宣仪一句的歌词也没有，是不是还是受之前的风波影响？不过很快有人辟谣说，是吴宣仪在录闭关综艺，时间跨度比较长，录歌音该是来不及。还有吴宣仪的粉丝说，不搞事没有关系的，我们不在意。另外期待宣仪的新综艺挑战把太空。有网友表示，对于此次火箭少女101的专辑还是喜欢的，他说专辑第四首歌居然是运动会主题曲吗？还不错啦，火箭少女101的这张专辑真是充满正能量和积极向上啊，情歌什么的是不存在的。还有网友说，不要再搞事带节奏了，多一点正能量吧。吴宣仪是去参加综艺了，就是时间跨度比较大而已，所以才来不及参加新歌录制。对于吴宣仪的这个话题，今天又是上了热搜。很多网友觉得火箭101自成团以来一直话题不断，中间还出现了好几次的人不全，这让很多网友表示很担心啊。我们当然希望的还是人数齐全的表演，这样才是101的意义和初衷所在。对此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？